不会设计，不会写代码，也能做网页了。即时 AI 的外部界面生成功能来了，只需要使用语言描述就可以生成页面。接下来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进入即时 AI， 在模型里面选择 Web， 然后输入网页描述，点击生成页面，很快便生成了四张不同风格的 Web 设计稿。你可以选择更适合你的版本，点击具体的页面元素可以进行修改。接下来演示一个网站级的新功能，选择一个界面，点击发布网页，一个网页便生成了。可以看到这个 AI 生成的页面还是有模有样的，各种页面功能一一具备。你可以把这个链接发送给别人，别人就可以看到你的作品了。如果你想要修改网页也很简单，回到设计页面，对设计稿进行修改，然后点击更新网页，网页便已经同步更新了。即时 AI 一键生成设计稿之后，又迎来了一键生成页面的功能。第一版虽然还未达到工作级的水平，但是随着产品持续的升级迭代，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。我是格物时间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